8月26日，秋高气爽，丰收之际，保利新联爆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北方魏家堡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煤矿生产管理工程二标段项目开花结果。这样一个充满丰收喜悦的日子，我们迎来了中国生化集团北方魏家堡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煤矿生产玻璃二标段工程的盛大开工。下面我宣布，保利新联道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北方魏家堡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生产玻璃工程。